我的军队消灭德瑞文那帮叛徒，不用管德瑞文，他们的王子已经死了，反叛军也不堪一击，八号师领的只剩控罪者一个。控罪者，他手上还握有收割者勋章，我们要怎么击败他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捉猿猴行者。 我为主宰效命。那些关于干，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痛苦。如果要让瑞文崔斯度过这次危机，之后恐怕得做出更多牺牲，请主宰宽容，容我介绍。 猿猴行者，啊，是从那座无法逃脱的监狱里面成功逃脱的凡人，也是为各界恢复希望的灵魂。猿猴行者，我知道你急需灵魄，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，我绝对会赏赐给你。可惜啊。 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叛乱，我们的资源濒临着浩劫危机。这场干旱令人民陷入绝望，饥饿，有些人甚至开始反抗。不过，如果你帮助我们，我也是可以为你提供你需要的协助。 我会倾听，退下吧。最终，我们都无法逃离猿猴。小东西，你心中有很多恐惧，小心背后。这玩意儿真奇特，要多少钱？想想你脚下的事。请上前，猿猴行者。 我将让你稍微体验一下瑞文崔斯的所能赋予的力量。瑞文崔斯的范希尔人，注意这一边，这位新来的客人是我的贵宾，在这里将会享有一切特权。 公务大臣。 我在此指派你为这场失败的叛乱收尾。为了完成这项工作，我把雷纳瑟王子的勋章借你，再加上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猿猴行者，把控罪者带过来，他的勋章就归你所有。至于王子的勋章，已经许诺要交给另一位忠诚盟友了。 主宰，您宽宏大量，智勇双全，我遵循你的旨意。我为主宰效命，要先根据主宰的律法，必须囚禁控罪者，而赎罪之殿就交由我来亲自看管。我们拒绝服从你的律法，你不法取得的权利，还有那个腐败的主宰。 从这轻蔑的态度看来，你还真是傲慢啊，控罪者！你配不上你的称号、你的特权和你的力量，那你就不配存在。到我的大厅来，我会亲自证明这点。
靠近一点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们消灭了这个国度。哎呀，真是软弱无力的反抗啊！他们的灵魂因为傲慢而一片空洞。光武大臣，你才是最空洞的那一个。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奥孔子，你好像很害怕。哼，你就是猿猴行者，给我滚。审判官，看好我的罪孽石，飞去有我们族人的安全地点，我自己来解决这些入侵者。这就是戴纳瑟斯派来的无知爪牙，如此无知必须接受惩罚。我就赦免你这一次，不准回来。猿猴行者就别站起来了，你是在丢你自己的脸，还有丢我的脸。需要什么吗？瑞文崔斯，我要让控罪者忙不过来，找出那些审判官后杀掉他们。罪孽石是瑞文崔斯最强大也最让人鄙视的武器，当所有人都抛下自己过去的时候，最恶劣的就是被别人揭开旧疮疤。我会找到审判官，你去找他的罪孽石。野马特没有带来，他很了解怎么利用罪孽石。他锁住了，他锁住了。想打架，但是老板有交代，你懂吗？
现在没有目标。不能攻击他。我投降，特梅尔，你从现在起要服从猿猴行者。可是猿猴行者，你要小心，戴拿斯斯会对你说实话。我们赶快了结吧，主人。遗忘。我找到审判官了，你最好拿到他的罪孽石了。倾听，好话不说第二遍。走吧，我会找到第二个审判官的罪孽石，之后回来这里和我见面。
居然指控我！我可是克服了那颗石头上的所有罪孽。不要！听他的。控罪者，你罪孽石附近的结界减弱了。你觉得再过多久，我的手下就能解决第二个审判官啊？我找到下一块罪孽石了，你解决审判官史黛拉了没？你知道吗？终于，审判官维尔海姆把他的罪孽石藏在上方的道路，快找出来，我会去找审判官。不要再偷懒了，那座纪念碑都倒了。怎么会有奇怪的蜡烛？不想打架，但是老板有交代，你懂吗？太远了。接近审判官维尔海姆。你们太慢了。你觉得每次都搞得一团乱。专心听，好话不说第二遍。走吧，特梅尔，我会帮你重组罪孽石，然后我就可以背叛朋友了。哇，多谢你啊！这招可真是卑鄙啊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控罪者，保护你罪孽时的结界崩溃了，控罪者。艾克隆，马上帮我拿过来。Thank you.
迟到了。滚吧，特雷尔。我相当乐意，主人。给我滚！去拿控罪者的罪孽石，你的工作就是抓住他，然后闭嘴别讲话。你失败的那一刻已经来了，控罪者。我的手下已经把你的控罪石交到我的手上了。欢迎来到瑞文崔斯，不要相信反叛军的谣言，跟对付其他审判官一样，我要拿控罪者的罪孽石来击败他。我呼唤控罪者的真名，绯红暗影哈利叶，罪名是策划暗杀无数无辜的人，并从屠杀中获取利润，亲手杀了自己的。怎么没有用？你觉得收割者会这么容易挫败吗？我让所有人都看得见我的罪孽石，我能在瑞文崔斯克服罪孽，我很骄傲。艾克隆，月后行者，保护我！你那些食猿魔挡不住我的，我可是收割者。我的勋章应该可以强化罪孽石才对呀。所以你知道我的名字了，那见识我的力量吧。勋章让你自己的控罪者现身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卡米尔，你在黑夜里谋杀的亲生女儿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亲爱的卡米尔，我不知道那是你，他们骗我，他们说。我好对不起你，卡米尔，我绝对不是刻意伤害你。我每天都在想念。你杀了他，杀了亲生女儿。你居然用我的女儿来折磨我，
这种罪孽我不知道偿还几百次了。我打破了控罪者的防御，趁他虚弱的时候击溃他。不能攻击他，不胜了，叛徒！我就是要让你失去一切。需要什么吗？那些关于干旱的谣言，真是太夸张了。主宰在等候控罪者和冤侯行者。主宰一定是想派我留在这里好好看管大厅，这是他最看重的。张开你的双眼，冤侯行者。主宰不是他说的那样。犯人，安静！带我去找主宰，但是不要相信他。控罪者，我给你的工作那么简单，但你居然选择叛变。你要我去亵渎决定我们本职的古代祭仪，就算是你下令我也绝对不干。错误的决定，我现在以反抗瑞文崔斯的罪名指控你。我指控你戴纳瑟斯，你德不配位，你才是藐视瑞文崔斯意志的人。藐视瑞文崔斯，我就是瑞文崔斯。把你丢到余禁区烧几个世纪，看能不能让你想起来是谁统治这里。就连惩罚也看得出你有多自满。好啊，就把我和你所有罪过一起隐瞒吧。你本来是恐惧之王，现在呢，连你的利齿都不再让人害怕。找到了吗？等着瞧。去猎者，叫猎人准备好。密斯奇亚，把这个叛徒带去残木山丘。去猎者，我想让这位客人参与悔罪之兽，让他见识一下恐惧的威力。遵命，主人。冤侯行者，我会在恐惧领地跟你会合。
你的恐惧背叛了你。想用这些锁链来控制顽强的灵魂，被铁链绑住的灵魂会对你言听计从。黑暗祝福你。你背负许多罪孽，但没有一项能比虐待无辜者更令人作呕的了。他会见识到生前对别人注入的恐惧。去石兽那边。你让我想念凡人时期的身体。连不认识，用这些锁链来控制顽强的灵魂。
被铁链绑住的灵魂会对你言听计从。是来浪费我的时间吗？不用客气，你应该去找我的裁缝。你背负许多罪孽，但没有一项能比虐待无辜者更令人作呕的了。他会见识到生前对别人注入的恐惧。去石兽那边。
好处。剧烈者，请你把洛克西带到残木山丘，他已经先离开了。我们一直在等你，你的灵魂已经加入其他灵魂的行列了吧？你有真正体会过自己无足轻重？猿猴行者从寻权者洛克西身上虹吸灵魂吧。欢迎幸运的灵魂，你的傲慢和自大蒙蔽了你，猿猴行者，走开！骄傲的灵魂，任由恐惧驱使你吧。只要抓住一个弱点，就能击溃你。希望破灭者，你可以开始了。瞧你如此生龙活虎，又充满自由意志。欢迎，愿意步入楼上。对顶尖的掠夺者来说，来狩猎吧。他们残留希望的化身，我们很接近。屈服于恐惧，即使是寻犬师也无力反抗。和他一起去找暗脉女士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这些害虫近看更恶心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没有目标。恐惧本身就够可怕。受到猎物散发的莫大恐惧使你毫无防备，它会一路陪伴你到赎罪之殿。只要抓住一个弱点，就能击溃你。还不快跑啊！
对顶尖的掠夺者来说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猎物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他们破碎的希望暴露了行踪。猿猴行者，你看，用恐惧来麻痹灵魂，他们的灵魄就会自由流动。小东西，多恐惧。战胜了一个猎，我杀够多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我的猎人。我感应到叛徒的恐惧，他就藏在衰竭主藏所，吞噬者可能已经吃掉他了，真可惜。